为什么有这么多小玩具？这个是棒球巧克力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糖果，还有恐龙，还有棒咪最喜欢的棒棒糖，恐龙棒棒糖。哇，太多小礼物了吧？那你看，对。恐龙这么小只，我打开了。这些糖果加起来不过就20块吧。我怎么打开了？大头头，不好吃啦！给我打，帮我打开，妈妈。你现在就要吃糖果了。等一下就变成掉。哇，你在怎么在吃糖果？哈哈哈！哇哈哈哈！那还有什么小礼物？这个要给它装起来哦，哈、哦，这个，哦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哎，你看，连这个糖果也是恐龙图案的，这是恐龙图案的糖果，然后这个是棒球哎，不是棒赛哦，是棒球，是棒球，不是棒。